晚上好，好久不见，你们在干嘛？准备休息了吗？然后记得早点休息哦。嗨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哦。这段不见面的日子里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好好的做音乐，然后也希望下一次可以带着更多很好的作品跟你们见面。今天。明天还要排练，然后你们今天早点休息哦，晚安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